说说盖很厉害，盖一定要强，一定要强。强是什么意思 ？Bring it。哦 ，OK OK。我唯一的担心是，如果我们有一些舞蹈动作，他愿意配合吗？哦，因为他回去要交代给他的街头的兄弟们，这个是我顾虑的东西。盖也好，但是要看看跟我们变成五个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。